我是个大爷形象啊，啊，因为我本身比郭德纲老师年龄长几岁啊，郭老师有时候管我叫师哥啊，那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徒弟，那所以理所当然称我为大爷，慈祥的长辈啊，从各方面多关心照顾一下孩子们啊，有问题指点出来啊，有错误指点出来啊，也就如此而已了。可爱撒娇卖萌都不影响要有规矩啊，这个都不是悖论的，都不是相悖的。你要说这孩子又有规矩又可爱，对吧，该卖萌时候卖萌，呵呵，该乖的时候乖，该懂事懂事，该规矩规矩，这不更好吗？嗯。